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我们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带大家出一个外景啊，做直播这么久，第一次出外景。那么这也算是我们一个全新的节目哈，看看大家喜不喜欢。因为呢，我们是希望带大家哈，这个请风水先生带大家一起来看房子的风水。那么其实如果看我们节目多的是朋友都知道哈，李先生跟我经常在这个直播当中讲风水。那么但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实际的看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请李先生带我们走进一栋的房子，然后帮助大家哈辨别这个房子的风水，也帮助大家呢可以让自己的运气更好。有请李先生。哎，风水大师来了，有没有看到？李先生今天还带了个罗盘，所以李先生为什么想跟我们做这个节目？先来讲讲。首先，这个我们一般看房子啊都很讲究风水。那我们说 location 它是一个牌子，我们说品牌，但是品质呢，当然表面上是看这个本身它的装修啊，但是风水本身它就是代表一个这个房子的品质。人有人的个性，那房子也有房子的品质跟它的个性。那买房子，很多人说我想要买一栋房子，但是殊不知啊，在风水的角度上，永远都是房子在找主人啊。哎，你跟我讲过，房子需要跟人的这个八字相配的。是，我们叫做宅命相配嘛。啊，那宅有宅的命，人有人的命，所以宅命这两者要互相配合。那就像千里马要有伯乐来世啊，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它不但会带给你许多的好的运势，也可以这个修改你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尤其你看，我们每天都是待在房子里面了，对，那这个地气它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叫做熏陶，我们说自熏成种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会，如果是好的房子，应该会滋养我们的运气。是，尤其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风水啊，风水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假如你今天住在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那你这个室内的风水要把外面的气引到里面来。那如果你今天你所住的地方可能像有隔角煞啊，有光煞啊，或者是反攻煞啊，阴阳煞的，那你这个房子的风水就要设计把这个气啊就要推到外面去，所以改局。对，就是引入或者是推出去，是我们在看风水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房子它有许多的这个角度都是风水的很重要的一个教材。了解了。所以今天这个房子是李先生就是帮我们大家找的，然后他这个房子呢就是说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样的格局上看这个风水。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还像李先生说，每个房子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呢先请李先生带我们看房子。好，首先我们看风水啊，不是先面对房子，是由内而外往外看过去，主要是看什么？要看这个地形，在这地形上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这个像是煞气的东西啊，看有没有这个路冲啊、对角煞啊，或者是壁煞啊，这个阴阳煞啊。哎，这个看起来没有吧？是，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角度上来看，这个外表并没有任何的煞气，所以那对于这个房子而言，它是可以吸纳天地之气来引入房子之内。尤其我们在这个地区刚好在Arcadia。亚凯迪亚市，所以前面有一座大山，对，所以等于是亚凯迪亚冲北是山，像 对，冲北是山，所以等于是这个在这一块物业当中，它是一个叫聚气之象哦，所以我们是由内而外往外看，看有没有煞，那再下来呢，我们就要由外而内往内看，那往内看主要是要看气的走访，我们做风水嘛，这个风是指气啊，水是指水位。那由外而内看呢，主要是我们说论气八纲嘛，就是这个龙虎动静里外跟宫跟手啊，房子也有龙虎。当然我们说龙边跟虎边，一般人喜欢讲说左青龙右白虎，殊不知啊，那我们这样站着就是这样站着对着房子左青龙右白虎吗？对，就是一物一太极。我们说这个青龙是在西方，白虎是在东方，但是在风水的一个角度是从你站着这个方向往前看过去，左青龙右白虎。首先我们由外往内看，首先来看这个房子动了什么，动了白虎方嘛，对不对？叫白虎动青龙进，这是我们由外而内的看进去。青龙进的意思就是说这边是没有门的，然后那边是有门的，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对不对？实际上是说因为它的车库啊，它的车子都是从白虎方进出的。那在风水上我们喜欢白虎洞，
青龙镜，因为白虎是主武财，青龙是指文财，所以对于这个房子的地势而言，它是一个标准的武财，武财就是进攻型的，就是它在它整个气势上面，因为它是动了白虎边，然后青龙边是动的，那所以这个对于生意很有这个野心的人啊，这个房子是一个很不错的好房子，但是这个地势跟房子本身又要互相的配合，如果是一个叫做进攻型的地势，那房子本身就喜欢是一个防守型的，叫有攻有守，那房子如果是一个防守型的地势，那这个房子本身就它就喜欢是进攻型的，所以这叫我们就是叫阴中藏阳，阳中藏阴，攻中有守，守中有攻。那从外表来看是这个白虎动，那这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进到屋内去看到底屋内是动白虎边还是动青龙边，因为只有内外的格局是一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引气入行啊。如果内外的气不一样，可能外部还要再做一些摆设，才能够把外面天地之间的精华之气引到房子里面去。好，了解了。好，那我们往前走。好，我们现在要进门了。这个房子非常非常的大，这个房子有9000尺，然后这个刚才我进去看了一眼，非常的堂皇。好，这个感觉怎么样？你想想，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怀抱的意思，所以它真的能够聚气吗？是，这就像是一个人的两只手一样，那两只手可以把这个聚气的这个气势啊，叫由下往上的这个拉达到上面去。所以第二个走法是呢，我们要站在门口。我们刚看这个整个地势是白虎洞青龙镜，那是叫由外往内看，下来是要怎么样从由内往外看。那由内往外看，我们很快的就看到右边是白虎边，左边是青龙边。那这个房子又是白虎洞，这个右边是它的动线，左边是它的进线，因为它的所有的书房啊、卧房通通都在左边，所以内外都是虎边动，龙边进，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个风水，那你就要恭喜这个屋主了，因为他就可以把外面的精华之气引到里面来，因为两边都是虎边动，龙边进，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个格局，你马上就要想到风水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词，叫做白莲结子啊。所以白莲结子，我们说啊，这个外面有一个莲花池嘛，那天地之气可以在这个莲花池上面结成一颗一颗的莲子，那这个莲子顺着这个叫内外玄关进到屋内来，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叫做这个菊花池，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说菊水闻香嘛，刚好有一个很大的莲花池，所以这时候又讲到风水中很重要一个概念。我们讲风水，这个水啊，是说外水要能够引到内水来，如果外不能引到内，或者是外气不能引到内气来，那基本上这个再好的风水都不能用。所以外水能够引到内水，外气能够引到内气，就是你这个房子由外而内来看，或者是由内而外看，它的虎边跟龙边的动静是否相合。能够相合的话，我们马上从我们光从这个前半部，它就有三个局就可以做。前面一个局叫做白莲结子局，那中间这边我们看叫做内外玄关。内外玄关就是一个人的咽喉，那所有的东西，你看这个食物一定要透过你的咽喉进到身体，才能够成为你身体能用的这些能量。那第三个更重要的，也就是这房子里面最精华的地方，这边叫做菊水闻香处。所以你看，这个外面的水进来之后，经过这个内外玄关之后，然后在这个地方它就会产生一个气聚。那气聚之后，所以这边是天地精华之气所聚之处。那所聚之处呢，你要拿起来用才能够有利于屋主嘛，所以这时候就要问你怎么举啊？你说举水闻香嘛，要把水给举起来。所以说我们又看到屋主的下一个设计，这边有一个叫做文武梯双行梯。那这种梯就像我们的人的左手跟右手，那这个天地的精华之气集在这个池子上，然后两只手怎么样？弯下去就把它。那所有的这种形状的这个门厅，它都会有这个效果。那最重要是要有前面三块，第一个门外一定要能白莲结子，第二个一定要有内外玄关，第三个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空旷之处。
也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厅，就有一个，就不能放我们叫做聚品。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将来的话，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的。最好是做装饰吧，因为这个是这块风水里面最宝贵的。因为有一些人，我有一个看到有些房子，他进门之后哈，这里会放一个那种屏风之类的，那种是不是就不好？所以碰到这种风水的格局还是要问一问，在这个风水格局当中，这一块可以说是这个房子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啊，它是一个宫式的房子，因为它是白虎边栋，所以房子里面最重要的是说，那白虎所引来的虎财你是不是能留得住呢？如果你留不住的话，不就全都卸掉了吗？哦，所以它这个就抱住了，是不是？它的房子是一个守势的牌，这个就不能是创业的人住，是不是？它是一个外宫内守，所以对于像那种事业有成啊，那人生已经达到一个高峰，那这个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财产传承下去，事业传承下去，或者是基业传承下去，他就需要有这种叫做守势的盘，才能够把他的福气给守下去。当我们站在房子的里面，从这个房子的这个头部看到房子的底部，那你可以发现在它的左边，也就是我们说照它的右边啊，右边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外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右手边，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动线，由前往内，所以这房子的内部又是虎边动龙边静，所以它跟外部的这个龙虎的动静是相应的，所以这时候这个房子做局很重要，就是如何把外面的天地之气引到里面的房子来，那它的这个风水的照明的效果就可以达到一个极大化。那所以你看它，它的所有动线哦，通通都在湖边。对，而且它这个是一条直穿哎。但是之前我记得李先生您讲过，就是说直穿的东西并不见得好。但是要在湖边，不要在龙边。尤其你看它的这个厨房，我梦想的厨房，这个厨房刚好又在湖边。哎呀，这个实在是很多人的那个大房子啊，这个厨房通通都在龙边。这是我最爱的厨房，可惜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要守业，所以我不能买这个房子。然后这边是他的这个健身房，那健身房这就是他的动线。哇！然后最后那个叫做电影房，一直下来全部都是动线。他这边像这种卫生间什么之类的，他这个有讲究吗？其实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最重要叫气场的一个流动。那像这些像什么卫浴啊都是可以做调整的，但是整个设计一定要，我们刚刚讲到八纲嘛，龙虎动静里外公攻守，那这八纲一定要这个坚持住，那配合这个八纲然后去做设计，那整个房子的气势啊就能够掌握住。您看的是个大局，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大局是 OK 的，那么其实小格局比如说厕所放在哪里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是是，而且我们从这边来看哦，我们看到前面这个菊水蚊香有双只手去揽这个池子，那就有两只手，但两只手就要看两只脚，哎，脚在哪里？这后面就是这两只脚哦，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一个通道，它那个房那个门是从哪里出来的？等我们去看一下。所以双手双脚都在这个房子当中，就是前面的手，然后这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排列就是两只脚。一个房子有双手分双脚手，就是一个守势的房子，因为它叫站得稳稳，守势的房子。所以你看啊，这个房子它有一个肚子，因为它可以举水焚香，又有两只手可以去揽这个池子里面的天地精华，更还有两只脚叫做站得稳，叫做立地守业。所以这个房子是地势是宫势，但是房势是守势。刚才讲的是动线，龙边，那边叫虎边。虎边，我们现在讲龙边。那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从龙边的第一间是它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一个书房，它没有通过去的。是，所以你看啊，在这一块几乎都是进线。所谓的动线是没有 common wall， 它没有一个共同的墙可以挡住这个流动。对。那所以我们刚刚靠虎边，它是一条动线。对。这边是堵住。然后在龙边的话都是进线，因为它是一个墙一个墙的停住，所以动线很简单，就是看有没有墙。那我还想问您，像这种房子，它比如说装饰这种颜色有影响吗？要看住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完全讲宅命。因为屋主，因为这个房子是空屋嘛，从来没有人住过，所以当住的人进来之后，里面的颜色那些都要讲究，而且要因人而异。
所以黑色适合什么人？黑色适合缺水的人。缺水，我好像不缺水。所以这边是第一间卧室，那边是第二间卧室。哦，它楼下有两间卧室。是，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它的楼边都怎么样，都是有墙，全部都是处境的，因为墙它会把空间 给隔离出来。这都不是，这都是不通的。所以内部就是一个标准的虎斗龙井。然后我们要看哪里？第三个要找轴心。因为当你要把一个房子的格局加以做开光或者是激活的时候，一定是从轴心来做一个启动。所以尤其像首饰的房子，那所有的手法都是绕着轴心来走。像它这个又那么清楚的区别出龙边、虎边、洞边、镜边，那所以一个房子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定轴心。那根据它的这个，它的轴心应该是在这条线，因为你看这边是龙，这边是龙腿，这边是虎腿嘛。对，这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两个腿吗？所以它的轴心应该是在这个方向。然后呢，轴心有什么讲究？当然，当我们在做局的时候，在做激活的时候，一定是从轴心做一个发射弓跟一个接受弓。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再来跟各位做一个解释。那么刚才这个李先生您讲到，就是说讲轴心就必须要讲到白莲结子，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前院。那么这个地方哪里可以做白莲结子？白莲结子最重要是要找窝。对，就我们要找一个窝，找一个穴。那这个会有气上来的，也就是我们要用这个罗盘去找，要用罗盘找，要用罗盘。罗盘的当针会动，表示气的穴是从这边出来。那像这种平地上的房子啊，那个气动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厉害。对，天地之气是从白莲结子的哪一个地方出来？所以这边又讲到这个抱啊。我们看我们这个房子，因为它是一个平地的房子，它是一个叫内抱的房子。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峦头，我们叫峦头法，山峦的峦。当一个峦头法的时候，最重要是你要找到那个穴，你要找到那个窝。当你找到那个穴、那个窝的时候，你就要设计一个 win。也我们说这个外面的两只大手，这是里面的两只大手。那外面的手怎么设计？外面就会有两个 win， 就是它会有两个叫做边房。哦、你看很多的、就是、把两个边房凸出来。对，两个边房凸出来，然后抱住那个穴。当你抱住那个穴的时候，那这个穴就可以由内由外引入到内，然后再由内通到你后面。那这里你帮我们找一下这个的白莲结子在哪里？我想这个它的白莲结子应该是在白虎方。就是在这一块的位置，就是在这白虎方。用这种传统的罗盘，最重要是要看叫动针，因为气动之处那个针啊，一定会震动的非常的厉害。那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峦头或者是在平地，我们大概就是拿着这个罗盘啊，然后在这个白虎方啊，找到那个气动最盛的最盛之处。所以你们看啊，这个地方那个气已经在动了，对不对？一直气在动，然后我们一直到这个。虎方找到气动最盛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叫做结子处。所以就是如果它这个针动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摆一个这个池塘或者是什么东西，做一个开光法。就是说它您说的窝是不是要把它挖一个洞之类的？那个是在有峦头的时候，那在这种平地的话，可能做一个挖进去的那个池子，就是凹进去一点就可以了，是配合这个气动。那如果那里池子养鱼可以吗？可以 OK， 最好是活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院。后院，它这个后院好像有一个游泳池，是吗？是。当我们讲到白莲结子的时候，叫外水嘛。啊，最重要是要有内水啊，要由外引到内嘛。所以我们讲风水的水哦，这就在讲水位。那所以如果是说院子里有泳池的，那基本上会有财吗？那要看是不是虎边洞，那是不是龙边镜，那看这个外水跟内水能不能连成一气。所以我们这边来看到这个房子。它有一个内水，因为它这边它有做一个池，那这个池刚好是坐在龙边，所以虎边如果也做一个池，那龙虎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轴心，它就会形成一个发射弓跟接受弓的激活。那所以就是说，你刚才看到的，就是说在那个地方设一个池，它就会呼应这个。对，所以说这一条对角线是这个屋室非常重要的一条设局吧，我们叫激活设局，所以这个池啊，很重要的就是平常都要很干净，那必须要有维护，而且要时时让它保持一个清净，因为它是这个房子的一个叫水线。
有些人他不喜欢游泳池，比如说他搬进这个房子，他要把这水池填掉，那填掉以后有什么补救的方法？那就要看现场，每个现场都不一样，因为有些房子根本都没有办法白莲截止，当你没办法白莲截止，后面就不需要有游泳池。但是像这个房子，因为它的这个外面是虎边洞，里面又是虎边洞，所以你不做这个水位就太可惜了。像我们大概秦林先生讲完了，所以我们下面呢看看楼上，因为楼上其实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的主卧呀卧室全部在楼上，大家待的时间可能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对人的运势会更有影响啊？我们跟李先生一起上去看。首先我们说在这边有一个局叫做局水文相，所以它是把这个天地的净化之气局到哪里去？局到楼上去啊，局到楼上去。所以这个主人一定要住楼上，楼上我们叫做库，这个财有财库嘛，金库的库，金库的库。所以因为它是局上去的，所以上面是一个藏库之理。好，我们上去看看。好，现在我们进到了这个下面要看的就是主卧。那么主卧对于主人，对于一个房子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请李先生帮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主卧非常的大，大概有1500多尺。哇塞，1500多尺可能就是一般人一个公寓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楼下已经这么大了。所以你看，它这个主卧室还有一个层次，一进二进，它叫一进二进。那我们来看，在这个卧房当中，主卧房当中最妙的一个地方，是这整个房子里面风水的，我们叫点睛之处啊，画龙点睛嘛，哈。在哪里？在浴室吗？因为我现在看到这是浴室。啊，当然，一般人就是把眼睛放在浴室里面哈。但是看风水不看浴室，看风水要看整个在这个房子的气势当中，哪一个点啊是一个叫做最重要的点睛点？就是画龙点睛的那个。我们叫开光点。哦，不在这里，是不在，刚好不在这里，在储物间。哎，怎么会在储物间呢？其实我们从储物间这边看过去，那边就是水池嘛，对，我们叫内水嘛，下面就是水池。内水，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内水，那只就是在龙边的水，我们叫做青龙戏水嘛。但青龙戏水的格局是很不错喽，嗯，但还不是叫做龙戏水的最高的格局。啊，那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屋子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吗？看不出来特别啊。最重要叫做龙珠戏水，而且这个珠要藏起来。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可以有藏珠的地方呢？这个柜子都可以藏啊。你看啊、哦，很多的人啊，有钱人都要把财给藏起来。啊，对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它是藏在什么地方？不是藏在这个柜子里吗？这个抽屉里也可以啊。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 hiding room。哇，这有暗格，是，哇塞，这里面有一个 hiding room， 我要进去看一眼。哇塞，这个里面很大哎，是，所以来我们摄像师进来看一看，藏得下我和李先生，藏几个人都够。是，所以在这个房子的这个风水的开光点就是在这个藏珠处。如果在这边，为什么这是房主他专门设计的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藏珠的墙的对墙的旁边就是那个池子，对呀、啊、对、啊。那刚好透过这个轴心可以碰到那个叫白莲截子的那个外池，外池内池经过轴心，在这个珠点啊，那就是标准的一个叫做青龙藏珠，叫做藏珠的格局，也就是能把财藏住、是还是秘密能藏住，李先生？我是这里要藏什么都可以吧。哇塞，这个暗格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就看不出来，就是如果是没有不知道的话，完全看不到。就算我觉得现在就算是贼进来，可能他们都也想不到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格子，所以我们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常常讲一种格局叫珠朝海，哦，像这种叫做龙珠朝海，它已经不是一个叫做青龙戏水，它是一个叫龙珠朝着海。那这就是一个叫做把外水引入内水，把外面的天地之气的精华引到自家的池子。所以这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游泳池啊，那个内水池要永远干净清晰，而且要活动，就应该有游泳池。然后这个珠位啊，要经过很谨慎的设局，这个珠位最好是我们说火或者是光，所以叫水火既济嘛。因为我们讲这个水位这个珠点叫做通关点，我们说水火既济或者是火水未济的通关点，这个房子的激活通通都是在这个珠位。哦，果然啊，这个暗藏玄机、对不对，李先生？叫做龙珠朝海。那李先生，我们今天这个房子您带我们已经差不多都看完了，然后比较重要的我们都看完了，
你觉得这个房子还有什么是你要跟大家补充的？觉得其实很多人看风水啊，都是希望能够改变风水，改变自己的命运，最主要是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改变风水就是趋吉跟避凶。对，那趋吉跟避凶大致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大概分成四点。第一点叫锦上添花，就已经很好了，那还很多人想要还要再更好，那我常常都劝他们不要画蛇添足，很好就很好的，要惜福知福。那第二种的趋吉叫做雪中送炭，那就像这个房子它有很多的优点，可是没有开光，没有设局，所以只要把这个该开的地方开了，该设开光是什么意思？开光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它这个它没有办法把外水引到内水，那就要建个池子。对，建个池，然后这个外水引内水对这个屋主而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又看到一个通关点，那所以趋吉的第二点叫做雪中送炭，雪中送炭把一个没有办法被别人发掘的那个璞玉啊给发掘出来。那这个房子只要一经过开光之后，以及设局，我们叫激活之后，这个房子的气势就会生生不息。那我们趋吉是这两点。那另外一种叫做避凶，风水避凶很重要。那避凶又分两块，第一个叫做不该有的有了，那第二个叫该有的没有。什么叫不该有的有了？也就是这个外邪啊，你不应该引入的嘛，你要把它推拒出去，就不该有的你把它引进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该有的没有，像地势缺了一块啊，或者是屋角缺了一角，那正气不够。那所以更多的人来看风水是说家里出了事情，或者是有人生病，事业不顺利，或者是遭遇人生的一些不是顺遂的地方，就会在想，哎，我的风水上是不是有问题？其实那很多时候都是业力的使然。那风水本身可以有一些稍微补强的效果，所以风水的改运就分趋吉避凶的这四点可以做一个区分。好，那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李先生，就是房，你说今天我们看的是宅命吗？是。但是我们是有人命的，就是说房子，你说房子选主人，不是主人选房子。是。那么在就是说通常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在就房子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有句话嘛，叫做良禽择木而居嘛，良辰择地而住嘛。好的人，或者是你有这样气势格局的人，你就会找一个适合你的房子来住。那像这个房子是一个很好很标准，而且就是一个叫人生有成，然后守这个守成的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一定会等到一个跟他叫做宅命相配的主人。那宅命相配就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功效，那人生又会更上一层楼。很多人说我有钱我要买一栋我喜欢的房子，殊不知当你的格局跟这个房子的宅命不是一致的时候，你就算你买了你也拥有不久，总会有一天找个机会把它给卖了。那李先生，像这种房子这么好的一个格局，然后当然你说它比较适合这个守势的人，但是如果是一旦是不太符合的人，他会因这个房子反而会有相悖的这个作用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如果跟这个房子的格局不是很符合的话，那他住起来可能没有住很久就会有另外一种思想，比如说把它卖掉获利，或者是说再去换房。但是有的人住在这种房子，他觉得他人生就开始顺利，这个手气就开始好起来了，你叫他卖他都还舍不得卖。所以这个房子最主要是看买的人是谁，对不对？是是。还是说看这个房子名字写的是谁？最重要是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有时候 title 的话没那么重要，最重要是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主人那分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我出了钱，但是房子名字不是我，那你到底是按哪个？那就是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是谁啊？就是谁买的这个房子？就是。然后住在里面的人其实也不重要。住的里面人一定跟他息息相关的，所以那他买了之后他租出去了这种情况，那就不能用我们今天这个风水来看。哦。那这个风水是说，哎，买的人，他本身的一个气势，他最好住在这里，那整个格局就会跟他。就哪怕 title 不是他，但是他住在这里。他是真正的一个。就要看这个哦，了解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但是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这个未来我们会跟李先生看更多的房子。其实我最期待跟李先生看的是阴宅。不叫阴宅，就是叫那种比较怎么讲，就是
比较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这么通明的这种感觉的房子哈。这个未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哈。这个督促李先生早点带我们看。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是的，谢谢大家。